配价位能选的机器有很多，像 iPhone 11和 XS Max 一直都是大家要的比较多的，但很多兄弟们都不知道这两个机器应该怎么选最合适，今天娇娇一次给你们捋个明白。我们批发商每天出去的机器少说也有几百台，也得到了非常多客户的反馈，久而久之哪台机器好用，有什么优点，有什么缺点，我们是最清楚的，在选购上也最有发言权。先看外观， iPhone 11是 6.1 英寸的 LCD 屏幕，显示效果一般但是很护眼， XS Max 则是 6.5 英寸的 OLED 屏幕，显示效果非常清晰细腻。性能上 A13 对比 A12 提升了 17%， 日常使用感知不明显，不过在游戏体验上 iPhone 11明显会更好一点。最后就是拍照了，两者都是双摄的组合，但是 XS Max 有一个支持10倍变焦的长焦镜头，拍人拍景成像效果非常好，而 iPhone 11只有一颗普通的超广角镜头，成片效果一般。综合各方面来看都是1299的价格，如果你是游戏党可以选 iPhone 11， 不然当年的万元机皇 XS Max 更值得入手。